热巴一直都是娱乐圈炙手可热的女性，尤其是近两年发展非常快速。热巴虽然是一线明星，但为人随和简单，做事情也是比较直率。虽然是新疆女孩，但却有种东北女孩的气场，也是因为这样好相处的性格，所以每次热巴上综艺都能和其他的嘉宾打成一片。尤其是在极限挑战里面，几位哥哥都比较喜欢热巴，虽然她很漂亮，但完全没有明星架子，一点都不做作。当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突然跪坐在地上，有点哭笑不得，应该是一次小游戏。看到热巴有点无奈的小表情，果然是真性情的女星。主持人陈明看到之后马上起身上前搀扶，非常的绅士。看到录制现场这样其乐融融又十分有趣的画面，都忍不住快点看正片了，你们期待吗？